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被月请到去冰都路，就会跟 Dennis 一起去。他现在在厕所里面，过后等下就会跟他去机场，过后我们会去 KL， 过后再飞去冰都路。现在可以笑啊，因为我们成功进来了，但还差一点迟到。善良的 Dennis 帮助陌生人。有钱人就是不一样。我们终于到冰都路的 airport 了，然后也在拍，我也在拍，坐了整天的飞机，累到半命。今天又认识了一个新的旅游景点，叫新米兰教 National Park。果然是大勇，一下机就看到有人要拍照了。Welcome to 冰都路。Thank you。没有 welcome 我。不用了，走了。跑掉，又在跑掉，是坏人。大勇要介绍我们吃这个很久了，不过上一次一直吃不到，看这个有什么好吃。到大勇的家，耶、yeah. ，大姐。这个是帮正的座位，垃圾桶当 mouse pad， 椅子当桌子。这是我看过世界上最大的 monitor。今天的 vlog 就到此为止。哇，这样就当一集了，或者这一集就拍到这里，第一天就这样子结束了。我不管了，不要不要，有图为证，不要相信我啊！救命啊！上镜、啊！哇、啊啊啊！不要啊！刚才去买的 Roti John。 大勇要载我们去米玉走走逛逛，不过首先我们要去冰都路的动物园。对，快一点，你最慢了。那这里的 Burger 跟他那边的照片是有很大差距啊，很像路边卖哦。来试试看 Dennis， 它肉不仅要把它肉融掉了。 Fantastic， 这么好吃，这么好吃哦。 OK 哦，关半年了，它应该要转机了。 So sad。Yes， 梅里公园，那那 Pokemon 爆红的地方， Dennis 最开心的地方。想看多少个 Pokestop 吗？ Yes， Yes。 Dennis 现在在拍他的短片， Dennis 的威力就是可以 randomly 拍一个短片出来。我们来走公园，很健康，蹦极百年没有走公园了。这里有踩石头路，这里中间有一个四方形的空地，十多个 Pokestop 在一个公园，开心的 Pokemon Master。到我们的酒店啦！大勇忘记带他的 laptop， 他现在很 sad。没关系啊。I got you. Me too. 去吃东西。
味道的，有种黏黏的感觉。我们这里买了一些手电筒，多几天要去山洞。这是 Miri 的 Laksa。就很像酸酸的加利米粉。不过他们坑我，你看他们的车在那边，他们跑掉，全部跑掉啊！你看，哎，我在外面等等，没有人，过车也不进去啊！你看他们要把车架走啊，给我猜啊！你看给我猜中啊，他们真的把车架走啊！为什么我有这样子的朋友的？跑过去，你们不要再跟我架走了啊！你们不要再跟我架走了啊！你们不要再跟我。不要再跟我借走了，不要再跟我借走了。你看，快点上车！不怕神一般的对手这样坑我的朋友。不要作笑喂！为什么会缠到这些朋友啊？改哟，你们很改哟，你们。